看得到啊，那个水给我喝一下。对，對對你要拍，你要拍什么？包转开来好吗？你拿着。你们都不会口渴、啊。我刚刚喝过。我不会跳那个，那你要教我。你要跳什么？妈，你看这小孩超肥。我要写什么？我与他。宝贝，我要写什么？什么东西？你看我这样拍，就是我刚开始从这边这样子，对不对？这样子啊，你没拍到我。你刚好在我屁股后面就没有再一次啊！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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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这样子，就这样。就这样子 ，OK 啊，主要是环境啊。那我要写什么？我写在日月。你就说走了好久的山路，终于来到潭边，在小灯塔这里。这不叫小灯塔，这名字不对。那这叫什么？你上网查。他刚刚写什么色？石色。石什么色？我这边有了。来看。我这边还有四局也了不起。我来帮妈妈调色。这边呢，土仔亭灯塔，土亭仔。你真的确定是吗？对，土亭仔灯塔。土亭仔。嗯。